哎，我看到有个弹幕，他问你，汤圆训练赛怎么样？他因为打得很好吗？他训练赛离很好，训练赛很厉害，特力大吗？哎，那么没那么大，那个谁大？不用说，不好说，确实差不多就得了，不能说太多，说太多不太好，因为他们都说。汤圆是那种训练赛的神，就但有人又不信，就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所以得向那种真正碰到过的人请教一下，就问一下。哎，你中文学了多久啊？一年半。一年半，那还不错啊，感觉。已经无敌了，现在都。感觉再再多待个，再多学个一年，应该中文就不行了。这个是我的中文老师。两发音发音，跟我学的蛮多。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你们之前打比赛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狂吹你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们两个对我狂吹，我说乌寇绝对是LPL 前三中路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我说EXN包是国产第一 AD。但现在不能这么说，现在这么说的话其实有点对对，现在得低调一点，就你们走了之后我还是会继续追，但是你们在的时候不能这样，就你们在的时候得稍微低调一点。